有一个是一年没见的哦。哎哎，还好我还一个劲儿。对呀，我们现在正在热身当中，等一下要出发喽。好，准备出发。今天直走，要往大家河滨公园的方向。好久没有经过的旋转木马了。竟然跑这么快，我跟不上来。虽然有一点冷，但是跑起来还蛮舒服的。只是他们跑太快了，我跟不上。跟他们有一点差距。我决定在水门这边就折返，跟他们越离越远。现在是2:35，好，继续。不知道他们是折返还是绕一圈，但是我自己先折返了。有将近1K 的路程，回到旋转木马这里了，就快到了。好久不见的小摩天轮，前面上了引道，再下去就到了。上来引道了，准备下引道。快到终点了，稍微再跑一小段补足 5K。 好，回到终点，总共跑了 5.1。 哎，他们也回来了。回来咯。哎，妹妹呢？我在洗手。我们要来补给。哎，今天他们想要选排骨汤。有啊。结果排骨汤今天休息，所以我们就要回来吃京师卤肉饭，好吃。